岛人料理恩纳二号店旁边有停车场，还有黑猫宅急便，还蛮好找的，而且气氛很嗨，会有服务人员沿桌唱冲绳歌谣，东西也还不错吃，只是我不小心点太多了，都来了。生意很好，内要离开时我才偷拍的原字符号原字符号。选择多到我眼花缭乱，导致于东指西点的完全没注意到我点了几样，后来一道一道上来我才慢慢的冒冷汗，觉得好像太多了，哈哈。小菜左边的海菜和中间的花生豆腐是这次来冲绳我吃最多的。来罗 Tilda 可爱的小姐唱冲绳歌谣带动气氛。柳橙汁和柠檬汁，大福没有按顺序就来咯，所以我们先吃甜点，里面还有点硬硬的，所以还好有等一下再吃，还蛮好吃的啦。吃了海葡萄沙拉，个人还蛮喜欢的，酸酸甜甜的好开胃。章鱼沙拉，我很爱吃章鱼沙拉，但是台湾很多都是自章鱼，很可惜这里的章鱼好新鲜，带点章鱼的黏滑的液体，吃得出鲜甜。玉子烧、炒面，想说面和饭都来，这个就忘记是什么了，不好意思，吃起来一般般。炸的比较干的鸡块，炒饭很安全牌，原字符号原字符号。岛人料理君怒们恩纳店，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，前间9730989649417171。